就是所谓的开水房，这一个开水房没有洗澡的地方，洗漱的地方都没有。这就是所有的人，全部都睡在这个地方。根本都没有隔离。一个隔离间都没有。这么多人，你说要洗漱，要上厕所，到现在早餐也没有，医生也没有，就只是登记登记，就登记了恨不得三天了，就没一个医生过来。还有，到处都是。我先进来的还有一个床铺，后进来的全部铺在地下了，在地下室。姐妹们早上好，这是昨天晚上12点钟把我找到这个地方来，怎么叫什么方？方正方块还是什么部队，什么部队里面的医院，里面又没有厕所，又没有药吃，又没有开水，上厕所还要在外面200多米以外，外面下着大雨。本来指望一进来医院好了的，这还搞拐了，全都是这种病人，恨不得还要感染。这是什么方太部队所里的那个医院，这么多人，这怎么看呢、啊、这互相感染还吓人些，又没药吃，又没针打，全都是这样子的人，有的甚至比我还重一点，到处都是的人，又没隔离，就这一个板子。而且那边都是人，这都是的。在红山宾馆里面就这么统铺，又没隔离，又没厕所，开水还要走到那个地方去打。救救我，向社会上反映一下，姐妹们。